王中人和西洋少林派武艺技巧秀，争夺少林派别传。他这套长裤西一门拳具有儒家少林拳的代表性，拳法有三大特点。第一是拳打一条线，拳的起落进退都在一条线上。第二是拳打卧牛之地，还在狭窄的地方都能够攻防自如。第三个特点，出拳屈而不屈，直又不直，收发灵活，以有弹性。